月底了，把这小画当成一个偷偷期。老三，这画叫什么名字？我用首歌告诉你吧。夜来香啊，夜来香。我问你，这画叫什么名字？不是叫你去倒夜壶？这就叫夜来香？不懂装懂。 妈还在屋里屋啊，我还人去打牌的嘞。天太冷了，屋里屋这打牌哪跟屋里屋舒服？冷了就把空调打开嘛，起来活动活动。老是坐在床上也累。该省省，该画画。你看我妈就不会享受了吧？开着空调啥时候就多享受？你闭嘴吧，上房间，不会过日子人跟你一样。怎么去上房去吧？专家没有时间，我帮你烧锅。那走。怎么吃嘞？他可能烧好啊。 <笑>我们家老专家的权威又拿出来了，上不好他就不要吃了。明天我们就烧个举手火锅好。那肯定行，必须行啊！这么冷的天。对。看来我们家这小蜜也饿了，等我贴几下滚来滚去的。不要讲他饿了，我都饿了，赶紧烧吧。老三，点火。好嘞，发射。<笑> 开始煎鱼了，一会儿大点，一会儿小点，大了也不行，小了也不中。不是讲少给我妈带点补发品。火锅底下要多放姜。 起来了，你来烧。我不烧，你能行啊？炖个鱼头看中什么叶子嘞？你不敢动大壶瓤子吗？大壶瓤子高火。听到没？这都是禁言啊！确实是禁言。这鱼头大，肉都厚。 鱼大好吃，今天的鱼头真有味。妈，吃，吃完了还有素材。好，今天先煮这鱼不闹，有味。嗯，有味。妈，是不是鱼头太大，你夹不着啊？嗯，差不多。来，这块。 再放点香菜，有红有素，好吃。来点土豆腐。有牙的吃软的，我都没有牙，感应的吃。这生意嫩得很。嗯，不好吃。妈，吃好饭了还五百五吗？吃的那么好，还用五百五吗？妈下午去赶场了哈。嗯，对。